大人，一张庆王爷的封条就能吓倒人吗？哎，大哥。夫人。啊，赵大人。什么货物这么重要，竟然需要夫人亲自相送？哟，你还真说对了，真是一批非常贵重的货物。那我更要看看了。开箱。 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赵大人，不就是一张庆王爷的封条吗？我来担待。此，哎，这都是一些非常贵重的药材，一旦开箱见光，很可能药性就会失效。怕这些箱里不能见光的，不只是药材吧，还有其他东西。这真的只有药材？这样吧，你教我一箱。 其他的药材你继续上传，把最特别的那一箱交给我，其余的我概不追究。这每一箱都很特别呀。你主动将吴泽交出，我算你立功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知不知道，我曾朝廷的要犯。 罪不容诛。但我更知道一诺千金。我既然答应过二叔要保护乌泽周全，那我无论如何都要做到。这样做，我会把吴家所有的人都牵扯进来。你别忘了，吴泽是吴一的亲哥哥。此时此刻，我很难寻死。 让开！开箱！赵大人，开箱！开！这里面真的只有药材。大人，全是药材！大人，全是药材！搞的什么鬼？赵大人，这些药材现在可以上传了吧？赵大人！ 报告大人，往翠娥山的关口有一队人马闯关而去，声东击西。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所有人跟我走！装船吧。 出来吧，跟我来。至少等到黄昏时分，赵白蛇和扎坤才会发现上当。那时候你已经出了陕西境，应该安全了。卓英，若有他日，定当涌泉相报。哎，不要这么说。当年我被陈塘，你极力为我开脱，这份情谊，我至今还未报答呢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吧。 就因为是一家人，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要劝劝你。你说，你能不能别再惦记救皇上什么的了？这个我恕难从命。少奶奶，我们要开船了。拉着陆少华。 自己保重。少奶奶，韩大哥回来了，快去看看。韩先生，少奶奶，这一趟绕了400-500里，辛苦了。赵大人肯定也累得够呛。他这会儿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我在回龙观把他甩掉的。你别说，他也真够厉害的，好几次都差点被他追上。快去休息吧。好。 来！哎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你们走，回来。赵大人。 容易从吴泽的寓所找到他大骂你不明大义、拖办工厂的证据，这才证明了泾阳布厂和吴泽没有关联，总算逃过了一劫。万一吴泽被抓，以窝藏侵犯的罪名被坐实，你别说泾阳布厂了，就是整个吴家，可都难保。 这不是没抓住吗？你呀，我问你，你把吴泽送哪儿去了？你这么做，不见得是为了他好。你这是昨天把吴泽主动交给我，我有把握保住他的人头，坐几年牢就可出狱。可现在。 他却一辈子只能向丧家之犬四处逃亡，但我绝不会出卖我的亲人。